等人在密室寻找蛛丝马迹，结果从一面书架里发现还未彻底烧毁的少量卷宗，上面记载着近些年有关公主府的信息，以及追查驸马萧恒下落，还有萧景瑜和朝中大臣的动向。皇宫大殿内，唐宣宗斥责小太监手脚不利索，秦鸾赶紧跑去侍候，差点因为脚底的胡须而暴露。萧景瑜根据记忆画好徐如归的肖像，无论神貌皆是刻画入骨三分，然而楚楚总觉得此人长相有些怪异，再细想来才意识到他有易容痕迹，所以才会显得五官像是拼凑成型。正如楚楚所料，徐如归逃出酒楼与周汉碰面，随手扯掉衣服与本来面貌的伪装。周汉再三叮嘱徐如归以后远离长安，绝不能落在萧景瑜手里，反倒是徐如归胸有成竹，根本没把萧景瑜放在眼里。趁着天亮之前，周汉假借瘟疫为由，顺利护送徐如归出城。原本萧景瑜已经结合各种线索，锁定于图上所在方位，包括推断出徐如归的大概信息，奈何他们还是晚了一步。官差前往通化门途中，忽然遇到黑衣人拦截，怎料对方无意伤人性命，纠缠片刻便闻哨撤退。等到官差抵达城门之时，方知神策军的周汉早在一炷香之前离城。萧景瑜在徐如归的邸内发现一根流苏，此物应是如意贵房的符牌所有。眼下符牌不在平时存放之的，徐如归极有可能今日才去过贵房给杀手付钱。现在如归楼被查封，杀手一旦得到消息，必定会立即取钱逃命。萧景瑜认定周汉协助徐如归离开，所以便将肖像交给景逸，让他出城张贴寻找。冷月从江湖传来信报，告知有关于楚楚的真实身份。萧景瑜通过冷月得知楚楚出生之日，其父楚平之妻过世早已过世数年，当的皆为楚楚乃楚平私生，然其生母身份不详。因为楚家在当地关系简单，唯曾与一孤寡巫医往来甚密，此巫医于五年前离开当的，目前下落不明。萧景瑜前往城门查问官差神策军出城详细过程，推测出城车辆下方有人隐藏，因此掩饰身形出城门。隔天清早，萧景瑜送楚楚回三法司，忍不住询问手绢刺绣图案寓意。楚楚坦言此图案位于人体左侧第五根肋骨，亦是最贴近心脏位置，只要将手放在这根骨头上，便能感受到心脏的跳动。前往公主府途中，萧景瑜拿出手绢露出笑意，直到下了车才算收敛神色。萧景瑜陪着西平公主吃过午饭后，主动向她询问有关父亲的事情，并且说出昨夜查到的线索。西平公主得知有人暗中监视公主府，顿时震惊不已，在得知萧景瑜见过自己与驸马的定情坠子更是惊讶，索性跟萧景瑜袒露实情，表示萧恒墓内仅有衣冠，至于尸首还未寻得。当年南衙北司之争势如水火，萧恒死讯传回长安之日，正值长安甘露大乱。宦官为首的北司大开杀戒，宰相为首的南衙惨遭屠戮，甚至是先皇也被软禁宫中。随着追封萧恒的升职以下，纵使公主有西南冷氏一族为靠山，若是执意向朝廷讨个明白，
恐怕以那时的朝廷形势，还未讨到说法，便已招来杀身之祸。听完母亲的阐述，萧景瑜神色凝重，他认为父亲尚在人世，奈何此事关乎重大。